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Backbone 的升降桌要如何的组装。然后最刚开始的话，你拆开里面会有完整的零件，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呢，今天我们先把桌板放在下面，但如果你怕它刮伤的话，就可以用放在地上组装。然后桌板放在下面的好处呢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对你的宽度跟孔位，所以刚开始你会先把这个主要的中间的这一支拿出来，然后大家记得就是那个有洞的这边要朝下，就是你这边看见有焊接这个洞要贴桌板那一侧。然后贴桌板那一侧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旁都有孔，都有等等要接固定板的孔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桌板大概要拉多长，然后中间你就可以跟着那个孔洞来调宽度。然后调完宽度之后呢，中间这两支 U 型管，就是它这个为什么叫 U 型管，是因为你看它的侧面，你从这侧面看的话，它会是一个U， 就是它是这样的 U， 所以它称为 U 型管。OK， 然后这个 U 型管大家在组装的时候，你刚刚调好了长度，然后就要注意这两边等等要放那个电动的那个推杆的地方，等等会卡在这个洞里面，所以你要注意这边都没有 U 型管会不会凸出来。那凸出来会长什么样呢？示范一下。就这样，你就看到白白的 U 型管凸出来，这样等会阻碍你，就会卡不下去。好，然后这边确认好宽度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零件包，里面会有这个帮大家收线的收线器，那这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，看要不要使用。然后会有三种 size 的锁螺丝工具，跟几款的螺丝。然后我会先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先把大小全部都分好，这样等等你作业的时候会很方便，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升降桌组好了。好 ，OK， 然后长的，然后短的，好，我们就快速把我们的螺丝分好。OK， 分好之后呢，我们拿这一支，然后来锁旁，把 U 型管把它锁紧，这样等等这个架子就不会在你组装的过程当中晃动。但它这个比较特别啊，它这个 size 是只有这一支细的这一侧可以处理。它没有。对，它非常的独一无二。好，这个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上我自己最喜欢的 part， 就是这个零件叫固定板。然后固定板呢，它就是在两侧，然后好，它基本上等一等要钻的时候，就是会对这个洞。OK， 好，我发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可以看你自己跟这个固定板的宽度。好，我发现我要把它转松一点，要调整了。好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照着你固定板对上去之后的 size， 我们要来调 U 型管。那边哦，小心啊！好，那两个一起装的话，那就最好了，因为就可以有人先把那个固定板的螺丝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固定起来，基本上桌板的宽度就确定了。
有吗？可以吗？过得去吗？好，好，两边固定板弄好之后，那那边给你锁。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对应的槽在里面，然后所以你这个拆下去的时候要对准里面的这个洞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可以对准的地方，然后对准之后呢就转把它卡进去，这样你的桌子才会稳定了。 OK， 然后第二步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放我们的主要的推杆，然后推杆放下去的时候，黑色两边的那两颗要卡住那个洞。卡进去之后呢，用这个这一颗螺丝，对，它相较这个就很明显的差异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对吧？好，就它两个在旁边。就很大的差，用这一颗小的螺丝，然后我们要转进去这旁边的洞，然后要来固在这里，不好意思，这两颗，对，这两颗，然后要来固定它。好，然后这一颗呢是用第二个 size， 用第二个 size 的这个要用第二个 size 的这个工具，然后这要六角扳手是不是？好。示范给大家看，再戳进去，你就自己大概有没有对到洞，自己会有感觉，会有感觉。那它很好的地方是它会卡着，它就不太会动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进去。然后其实旁边侧边这边其实也大概可以看得到你有没有插到那个洞，来把它转紧，把它卡紧了。好，这两边都完成了，我们就要上我们的 foot。我们的脚垫，然后它是这样反着，然后让最粗的这八颗最粗的就是来转脚垫，然后用最粗的这一支完成。那我自己会习惯先把对角线稍微固定一下，因为它在你转的过程当中，它这个还是浮动的，跟股市一样。然后所以呢，就是它通常还是浮动的，所以我会大概固定一下，我再去转它。好，到这边就开始了，你会发现就是转紧的时候就要确认你的线要是对的。好，然后各四颗啊，这过程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，然后这样就完成，完成基本的组装了。然后我们最后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桌板这边要锁起来。那这边我会建议，就是有电钻的朋友就使用电钻。好，所以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边两颗，这边两颗，然后它其实另外还有四个洞，可是它会在这个控制台的这两侧，所以它在这两侧的时候，它会因为会被这个控制盒的旁边这边固定的地方会卡到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不锁。但所以这边这四颗就是锁的话，会比较增加你的整体的稳定性。然后最后的两颗螺丝呢，是拿来锁这个叫手控器。手控器这边各一颗螺丝，然后把它锁紧，这样你的升降桌就大功告成了。